来，我们看比赛，好吧？跳过这个伤心的话题。哦，哎，待会儿晚上给你讲个故事，安慰你一下，好吧？不用了，你把那个支持我的啊，我找不到截图啊，太长了，这一帧帧看过去吗？这套阵容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一个铁保平的阵容，双方不出失误就绝对是平局。好吧，出失误那就看哪边出失误了，其实这个局就是看哪边失误，不失误反正差不多。这波说实话太难赢了。对、这个、侯夫人你打这套阵容想要赢真的就好难、啊、几率为零你知道吧、你就要开局找到机械师， 你处理不到娃娃也不行。哎，这位机械师还苟得很好，投镜子招手木一刀打没打出来吗？哦，打出来，打出来还行，打出来抓手木。哎，你觉得抓手木会不会比抓机械好一点啊？好像也没有，抓个手木可以吃掉一个薄命，机械也是薄命这个图。对，你说的太年轻了你。我啊，是是是，老大哥教育的好，我还是太年轻。这边追猎。在这里两百你不踩，好像拿手木没什么办法呀、啊。他待会儿再交叉。那倒无所谓，这边平行镜，这边是平行镜，你没办法，没加速，你还要吃一刀。所以说他架在这里完全没问题，这就是你对游戏的一个局势判断不是那么的精妙。啊、你看看他，你看看见没？哎呦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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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再吃一刀。他这波是失误了，钱、啊、钱应该转进，钱、啊、应该转进的、啊，你想一下对不对？这波钱转进之后，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？当时刚刚手木两块板子下掉，我就想他应该直接下铲，下铲了以后这边有两块板子他可以绕，然后侯夫人交一个镜像的话吃一刀他也可以拉走，不过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。钱的这个小红夫人甩的还是 Oli Gay 啊，嗯，还不错啊，但是他这个节奏我说实话，嗯，他最多是平局，他不可能赢，赢太艰难了，佣兵的技已经亮了，机械师也在修了半台，娃娃也能亮。机械师在偷，机械师准备偷救人了。机械师要偷，嗯，他压了一个脚步。佣兵把技修量真的是太那啥，而且这个剑姬修的巨快，这个真的。看娃娃能打掉，这个娃娃能打掉还有机会，但是在娃娃打掉不可能的，真的不可能的。你别毒奶呀，过来。因为我看是他甩完镜，他甩完镜子，我看完了，身位不可能的，身位差好多的。哎，这里对，还是兰花子救，还是让佣兵救啊？不会送真射吧？我觉得应该不可能。没有没有，机械师来了，机械师来一刀打救下来，直接打，拉开这边，这手木，手木没用了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不应该这么转呀、啊，也只能往角落转了。这波要机要抢，你看他们两个很明确要抢这台电机，对，非常的聪明，脑子也智商非常达到了180啊、哎，这波直接找到问题也不是很大，应该电机能抢掉，而且挂人这波需要花很多时间，他没有贴近，需要花多花十秒的时间挂他。调香师那台已经拦不住了，调香师的鸡不要再想了，你只能守小木屋的这条鸡。如果这个鸡的应该是强调，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逆转的话，按理说这把呢应该是三跑了。三跑，因为这个阵容抓他，你我很简单的说，一个人80秒就够了，人类就可以赢了。一个镜像头，哎，只有已经压好了，打了个正射，已经压好了，已经压好了。蓝胖子非常的稳健，多抢了一点，直接无伤救人，帮他扛刀，听我的没错啊。我觉得别扛，这个时候扛刀干嘛呀、啊？扛刀你不能保证一个佣兵在开门阵满血啊。我就意思说，我是说，玄牧要替佣兵扛刀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，我也没看到为什么蓝胖子要去扛刀。对啊，我蓝胖子跟佣兵走一起，那不是待会儿万一对吧？你保一个满血。打小木木扛刀，小木木把这刀扛了完全没错，我意思。你圆的真好。圆的真好，我真的我很明显不可能让他那啥的呀！哎呦，哎呦，还行，有传送，有传送，怎么都走不了，怎么都直接传吗？直接传送，你这把想被四跑，挂飞了再传呀，挂飞了传蓝机械师或者蓝调香师。如果 F 牵再牵着半分钟，再牵着半分钟，这把有可能被三跑四跑。四跑不行，四跑不可能。四跑佣兵，你要记着还要搏命守墓人。对，但是你守墓人不可能再来救了呀，你一刀斩的时间还有差不多8-90秒呢。所以我说 F 军如果牵着久的话，能把一刀斩脱没，其实是有机会的。啊、也有可能，对，这个说倒没问题了。这波 F 要跟博弈了，打了，哎，
你这波回速你还不如不回，给他赌那个判定，说实话赌板子，赌板子那也行吧，反正怎么说呢，非常的稳，我不给你玩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最后那一波挂了以后再去传比较好，你传过去中场肯定佣兵是个满血，中间佣兵肯定在中场的呀，你不可能说就打到其他人了，对吧，挂飞了以后传你拦，就是拦谁呢，拦机械师又拦调香师嘛，两个里面拦有机会拦住一个就争一个平局了。